华山基金会西里天西站成立到今已经过七年的时间了。目前所服务的老大人总共有八十几。在这满七周年的日子，基金会也特别举办庆祝活动，邀请阿公阿嬷来到福兴宫，教大家算鸡龟啊、做鸡动作。另外，站长一个人都爱负责一乡镇的老大人，非常欠缺志工的协助，所以真济业务拢无法度来顺利推动。因此，基金会也鼓励大家做过来加入志工的行列，予更加济老大人会当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这出国拍拼有一手做鸡龟啊，做行手艺的听中家，就是要用伊的专长来服务这些老大人，来对家己的故乡尽一份心力。发展大部分都是往北部，在彰化那边啊，现在刚好是我们华山基金会就是创会七周年嘛，啊，就是也有这个缘分，他邀请我来做这个付出啊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感觉上是为自己的故乡做一点事情。这是华山基金会西里天西站成立七周年所举办的庆祝活动，也邀请被照顾的阿公阿嬷做伙来同乐，看到因的笑容，就会当感受到基金会对因的照顾真正袂歹。哦，拢有照顾到老人，即嘛吼，照老人真幸福了。安尼拢有只噪音啊，只老师。去斗人呀！哦，足老足好耍个了。咱华山爱心基金会哦，对只老人足好个。大家出来行行嘞，无大家拢比你内底点点伫遐坐，看电视。啊，你若有办活动，大家都会出来。啊，即个袂行袂走个嘛，无要紧，有哪出来？在志工的协助下，真侪时段嘛真快乐，用气球啊来做造型。站长苏佩华表示，志工是华山基金会推动的主要动力，所以嘛鼓励更加侪朋友会当来加入，做回来服务老大人。目前就是我们服务大概八十位长辈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是在地的义工就是比较缺乏，然后希望就是在地有就是能有更多的义工能够投入就是志工的行列，来服务我们更多的长辈这样。因为有大家合作，这来参与活动，阿公阿妈拢笑甲真欢喜。嘛伫大家欢笑声之下，基金会嘛将迈向后一个年度，嘛希望下趟将这笑容继续来传承。记者陈心长报道。